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。昨天啊，我不是买了一双白的嘛，然后很发到网上去了，反响强烈，都要求我退了。我是听人劝吃饱饭就退了。现在呢，我到了亦庄这边啊，就是我的板儿和鞋不是在那个崇礼的4+2买的吗？就是那个老李就说，那你不如到亦庄这边，他们4+2这个店儿大一点，看一下雪服。于是乎呢，就都过来了。现在呢，就听人劝吃饱饭，就选了一个，应该是有蓝色和红色的这一款，也是菲尼克斯的。这款可以啊，这个，因为这个比我那个白色的那个可能要更暖和一点呢。这个还是带个羽绒的，裤子呢就买了这一条吧。蓝色的，因为我买个白色裤子摔一次。我就得洗一下，那就造孽了。应该可以吧？那行。我刚才试了一下，黑色的裤子也试了，然后红色的裤子也试了，最后选择了一下，因为这边这套衣服它这有蓝色，这个跟这个蓝色可能相辉映一下，确实是不能穿白裤子，白裤子我要是摔一次。那就这个，我感觉洗起来都够呛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Burger 呢？这是我知道的，应该是滑雪服最贵的品牌了。这个，这算奢侈品了。这个 Burger 呢？我一件滑雪服16000，没办法，这个就是属于算是滑雪服的天花板级别的。除非我发财了。对。这是女士的吧，对吧？应该是。就这个品牌啊，这个女士款真的是无敌的，尤其是双板，真的是主要针对富婆啊。这个，好了好了，买单买单。4+2啊，雪具裤。谢谢谢，装好，我明天就得穿了，明天就过去了。可以的。这边是满2件啊，7折。好了吗？哎，这个感谢店长，真的啊，是，谢谢，给我们一人送了一个包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，有机会的话再到你们这儿来买配件。这个鞋底的粉丝过来，然后提鞋底也有小礼物，就送了这个包是吧？不一定，随机啊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走了啊，对，好了，这个衣服的事搞定了，明天才能顺利的去滑雪，确实啊。你们这边全一点，我买了个那一套，我就直接退了。我们现在也不断再增加一些品牌是吧？对，品牌还是要对，因为我这个个头就又偏瘦，又不是很高，所以说我就说买装备真的好难买，尤其是双板。走了，虎子哥，拜拜。哎，他们3层7+9，走。OK，拜拜。好，行。好了，晚上吃啥呀？想吃什么好吃的呀？你看这附近有啥？烤串、烤鱼。我就不烤了。铁锅炖大鹅吗？可以。我俩不一定是鹅。我就铁锅炖也行。对。我跟小楚哥啊，这一次确定跑到这个亦庄这边的4+2店儿，来对了。哎，确实是买到了合身的，称心如意的一个雪服。现在我们还是回去吃。回去还得有半小时吧，20多分钟。这晚上了就通畅了，哎呀，这白天啊，我跟小鼠哥啊，从城里堵出来的。哎呦，这个减速带太猛了吧？按一个就行了，按了一堆，我的天哪，抖得我都晕了。这老北京炸酱面，什么？屯老二。就吃屯老二吗？哇，可以。铁锅炖大鹅，这个我只有在这个网上看见过呀。第一次体验这个是吗？对呀。对呀。豆角。哇，这是豆角。真蘑，这都是。哇塞。这是啥？黄花菜。黄花菜，哦，黄花菜都凉了，那个黄花菜是吧？都是晒成干了。哎，这是啥东西？玉米饼。哇，我还以为是。哦，丸子呢？我还以为。过会儿那珊珊姐过来就来了啊，我
们跟珊珊姐一块儿年前聚一下。啊，这个要炖多久啊？这个15分钟啊。这就是炖了差不多20分钟啊。我们再收收汁儿，刚好等那个珊珊姐过来。珊珊姐到了，珊珊姐到了啊！我又来了，又出镜了，又出镜了。等下了班直接过来啊！来来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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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多来一周末有空的话去滑雪啊！明天我们就先过去啊！珊珊姐，你先动筷子，真的，我们一口没动啊，筷子都是可以坐正，真的，就吃了点那个大拉皮儿。这个我得挑一个，你这挑个鸭腿、鹅腿，你吃个鹅腿，对对对，不客气，还有腿呢。对呀、啊，没有，就你上了班啊，我们两个都是闲杂人等。没有，我回家我刚想点外卖了。对，我哇，这个可以哟、哦。铁锅炖大鹅啊，我也就在网上看到过，知道吧？一直很想来一顿。我跟你炖大鹅是吧？这个豆角是最好吃的。啊？豆角的，对，就干豆角。豆角，嗯，菜，然后蒸牛肉。啊，可以可以，就这个是吧？刚才我看你没看我的照，没点干豆角。老板呢，已经是从重庆上飞机了，准备啊，他是23点多到北京，到时候过来找我们。明天呢，我们就跟小高总，我老板，我们出发崇礼啊。嗯。香吧？那、豆角干豆角可以啊。干豆角看我。再把这个汁儿吸饱了。这个豆角，北京是买不到的、啊。北京是买不到的。还是东北买的？对，只有东北有。会不会店里自己做了？他们家是从全东北运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叫油豆角，只有东北有、外边产不出来。产不出来是吧、我们四川也有豆角啊。不过我们四川不是这种，哎，我们四川是啥？就是品种不一样。干豇豆，反正干豇豆咸菜啊。豇豆不是长的吗？嗯。就是那个豆是非常大的，然后给它晒成干，切成丝儿，然后晒成干。蒸馍好像也是只有东北有。对，蒸馍也只有东北。小主哥以前是单板选手。你都那么高端了。人家都玩那个自由式。我的妈呀！那你啥时候去呢？你带着我。我退休。不，他退休了。我先把活人还没。这个不就是那个像窝窝头一样的那个玉米面吗？这叫那个什么？叫什么？粘贴饼的。贴饼的，来，哇，蘸汤。蘸汤是吧？对对对。哦。贴饼。我在网上老是看这个。嗯。哇，这个好好吃。你知道粘满那个汤吗？那我们还能让它再贴一点吗？不好吃，不好吃了。这时候你该吃你的。对，吃不了，脸大肚子小。我给你多吃一块儿，这块儿真好吃。好好吃。再把这块儿，为你下面的乳头积攒点啊脂肪，要不你下面太苦了。我现在脸都吃圆了，是吧？美国有什么吃的呀？更没这吃。麦当劳。美国天天吃麦当劳吧。算美味。那2月底就去美国自驾游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好好吃。就是说不蘸这个汤汁，我都觉得我能干吃两个。现在胖10斤，但你去美国要瘦，对，瘦得多了。姐，我只有周日、周一、周二这几天有时间。家栋是25号才回来，然后开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几号来。嗯，刚好他是周一来，时间刚好。哎呀，你没有，我就是随时就差不多能提前买个票。来来来，又去了啊！来，北京小聚啊！珊珊姐，如果有机会，就是到崇礼见，至少你滑个一两天也可以啊，对吧？周末。哎，我最近就是，现在是我们三个人，我、小高总还有老板，然后那个董大哥他忙，行李都收拾好了，然后但是有点忙，就没办法了。聊了几个小时啊，快打烊了。叫车的叫车，叫代驾的叫代驾啊，记住啊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啊。对，就这个，珊珊姐看一下我的滑雪，这是裤子，你就先看衣服，好的是不是比我那个自己那天买的？是红色的呀，不是橘色的呀。这是橘红色吧？啊？你没有东西吗？没东西，你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感觉好多了吧？非常的温暖呀。暖和，我看这是最近冷了。马甲是可拆卸，还可以拆卸的。哦、对，
标价7000。看冲里面的温度。哇，这个还是可以摘下来，然后还可以换标。对，可以换标。哇，这个真不错。感谢一下这个温蒂姐姐和这个老李，呵呵，因为那个李哥找的关系，然后呢给我一个很好的折扣。对，比那个，哎呀，朋友多了确实是，白的也在，舒服啊，比白的啊，白的也在，你看下那个白的就在那个后，我已经退货了。那白的你想想，你滑一下就脏不溜秋。对对对，你看下那个白的在后备箱，对，白的我申请退货了，对，拜拜拜拜，珊珊姐拜拜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好，行，到了说一声啊，好，行，好了，珊珊姐回去了，哦，好冷啊。小高总就来不了了，他刚忙完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大家开着车，哎呀，先把我送回去。过一会儿老板12点左右才能到酒店。嗯，对，你回家睡觉吧，我等老板。明天你就不用管我们了，我们早上差不多小高总就过来接我们了。对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行行行行，好。